好听的歌声，我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来做分享。我看到下一个表演团队，我们的志明老师已经抵达会场了。志明老师，我跟你讲哦，三点半吼，有免钱的秘鲁会使摆啦，但是你无时间哦，我叫别人去帮你摆，好不好？好好先上台，好好上好恁的秘鲁的底下二轮的上好酒品。那我们这样，真的自己来到这边很开心呢。你知道在这边呢、啊？是，我觉得主办单位也很用心哦。其实，在我们的 Happy Hour 的时间哦，我们所有的饮品都是免费哦，跟大家一起来做放送。那还有，你有吃过草莓香肠？我没有啊，我就是想说，我等一下要下去吃了。自己没吃过草莓香肠啊一停，没有，这样喊一喊就有了，是吗？对，我跟你说喊一喊，等一下你就有香肠可以吃了。对，真的，直接喊什么来什么吗？我们自己没有吃过草莓香肠，我跟你说真的很好吃，好，然后那个山水咖啡也很好喝。就是我不可以大力的来宣传，因为那天有人就跟我说，Annie， 那个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散水喝咖啡，我要吃他们的蛋挞。我说哈，我最近比较忙他就说，可是我好想吃他们的蛋挞，他们的蛋挞也很好吃。对，然后不止咖啡好喝，我跟你说去还可以叫老板唱个两首歌给你听。对，然后老板也有蛮会唱歌的，自己作词作曲，有没有？对，然后那个老板娘很正很漂亮，做的蛋挞也好吃。我来帮我，而且我跟你说，今天每一个摊商，不止前面这边有，你等一下要往舞台右手边这样走过去，走进去有没有？压个屋内来个来带压个屋内，好，每一档。全部都逛透透哦，大家好不好？对，然后就是竖起大拇指，每一摊我们都要帮他说棒。因为哦，我们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到的也是来自我们云林各地非常优质的摊商伙伴朋友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部都在这里哈，好吃好喝好玩都在这边。但是希望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呢，享受到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最好玩的，最重要还有。一件事哦，要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那一杯是要给我的吗？我看到他拿着一杯那个酒，我刚刚有喝到，非常好喝啦。好，来，但呢，志宇老师来到这边，也希望说大朋友小朋友呢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呢，到我们海边玩耍的时候，千万我们不可以脱鞋子哦。而且今天来到这里呢，一定要打卡。为什么要打卡？打卡按赞很多好礼，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有最好喝的 XS 能量饮，我跟你说那个一定要冰冰凉凉的喝，淋冰哎，加好淋，你知不？而且它的那个青鸭子 Q 洞啊，等一下你要去换一下。我跟你说，志颖，你唱完以后，你去后面做一下润吧的体验，润吧的体验送整盒的，送整盒的，还要跳润吧是吗？为了那个整盒的青鸭子 Q 洞有没有？我们就去跳一下，然后你就在那边帮我们宣传一下，然后就送那个整盒的，然后还有那个叉。好，那个一盒420，等一下爱你那个就他在这边了，我去跳，你先去跳，一盒420，就免费送给大家还有XS能量饮哦，就喝的没啦，当然，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来报名我们体验哦，3:30到4:30的时候有我们润吧的体验哦，但呢4:30到5:30呢有短裤兄妹他带来精彩的表演，舞台上呢现在是我们志颖老师来把好听的歌声，但志颖今天来到这边也非常非常的贴心，我们最棒的婚礼主持人呢，带了很多的小礼物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这特制的上面有我们自己的电话 IG 什么东东东，没有电话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有对，但是满满的心意哦，要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所以也邀请大家可以往我们舞台中间这边来集中哦，当然帮我们自己来也多拍一些美照，最重要的帮我们宣传一下今天的活动呢，是8月12号，明天8月13号，我们同时间同地点在这里一样有好吃好喝好玩一整天，有泡泡水乐园，小朋友也一样可以玩一整天，邀请大家一起来，那小朋友记得玩耍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也要在旁边帮我们注意一下安全哦。那到我们里面的森林秘境区也可以拍很多的网美照，希望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那舞台上呢，再次邀请我们志颖老师送上好听的歌声来送给大家，下一首歌是你的爱歌，我的爱歌，哼，三个字的吗？对，左边的好朋友，右边的好朋友，这是我听过最好听，全世界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你哪有浮夸？我觉得。
等一下他们听完全部都会自动掌声，有没有？你看到上次人家说庙会场，你看到庙会场，你唱的每首歌有没有台下掌声如雷？那等一下你们，然后你如果觉得好听，帮我靠近一点，就有礼物可以拿。对，来到舞台前面就有礼物可以来拿。哎，我有没办法下去吗？我顶多拿到这。有没有好朋友知道这一首歌叫什么歌？会唱个两句也有礼物，跟着唱个两句也可以啦。对哦，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谢谢，有没有？我说没错，
丽老师唱完这一首就现场，这个妹妹从头跟我一起唱，对对对，好厉害，有剩下送你一个小礼物。哎，我们现场有没有小朋友想要听什么歌的？有没有小朋友想？